江宏杰跟那个小火锅的那个打这个结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，在这个项目里面是无效。三队开始比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规则，就是谁最高分，你就必须得攻击这一队。三队一起比的话，就是谁能够善用规则，然后谁的沟通更多，我觉得就可以赢下这个比赛。又跑掉了，嗯，我进来了，有感受到，对，哇，这么多 ，OK， 哇塞，加油，哇，哎，差点，差点，多少？没有了，三十超过了吧？差不多，差超过三公尺，一二三下来的时候，你右方就很麻烦，对。红队给我太大压力了。刚刚是去黄队教练那边探听敌情，去探听敌情，因为我觉得知识嘛，多方面的吸收，再结合一些自己知道的，应该可以更全面一点。因为我一直在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的枪啊永远都是倒的，没有办法立起来。现在枪已经会直了，立得住，就看怎么样丢得远。对啊。我会变这样在丢棒球，而且很挫折哎，因为这好像两件事冲突到的。教练说一定要要松，要全都放松，可是棒球这边出力，然后加上这个转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所以完蛋了，所以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今天第一次全员到齐团练，感觉怎么样？很感动哎、欸，全员都到。能够十个完整的全部到齐，然后又可以把一整天的所有训练跑完。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，而且我们大家都是有同一个目标，我们要学会这个，学会这个，好痛，到底是感动还是觉得痛？都有。项目里面是无效。三队开始比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规则，就是谁最高分，你就必须得攻击这一队。三队一起比的话，就是谁能够善用规则，然后谁的沟通更多，我觉得就可以赢下这个比赛。Amazing Yellow， 防守，全心心 Blue， 喂，大错，强放出局。没有碰到，先落地了，先落地，走，好，结束，下雨了，这个停还超快的，好嗨啊，得分，后面我们要再加点，后面要改再改，慢慢改，先这样，来，前姐，我们队呼出来了，对，好啊，好。我们是三的啦，来，中间在这边，中间在这边，对。三单棒